2021年7月18日，科技为你，一汽大众 ID Z 科技嘉年华 GID New Cross 交付之夜在成都隆重举行。来自全国的一汽大众 ID 粉丝和媒体记者参与嘉年华体验，并见证 ID New Cross 交付。2021年是一汽大众的电动元年，继首款智能纯电产品 ID4 Cross 于3月开始交付之后，定位大尺寸高端智能纯电 SUV 的 ID New Cross 也正式交付，彰显面向智能电动新时代，一汽大众加速向电动化、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决心。交付仪式上 ID 车主上台分享了自己幸福的生活故事。当一汽大众员工和 ID 车主共同畅享成都时，一幅有责任、信赖、满足链接的温馨画面，让人充满感动。交付之夜上，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商务副总经理、一汽大众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郭永峰正式发布了一汽大众爱金家族科技为你的品牌主张，旨在为用户提供品质可靠、科技实用、智能纯电产品，同时打造用户生态，为用户提供全触点服务体验、全维度生活圈层、全场景服务生态以及一系列专属特权。此外，郭永峰还在现场宣布了一项全新重磅福利，所有一汽大众 ID 首任车主额外享受一年开迈斯免费充电。交付仪式上，一汽大众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执行副总经理麦德月分享了 ID 用户报告。截至目前，参与蚂蚁森林计划的 ID 用户已累计行驶超16万公里，相当于种植300棵梭梭树。 InHub 每天有超过13万人访问，每周有超过1万人在线互动。车网传媒成都报道。